焦虑症和抑郁症不是一回事，但是呢，又有关联。焦虑、抑郁都是属于情绪症状的范畴。抑郁症是一种以情绪或心情低落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疾病。那焦虑症是以焦虑症状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关键的区别呢，是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区别。那么抑郁主要是心情低落、没意识、自责、自卑，严重的出现自杀观念，还可以表现在思维迟缓、精神活动迟滞，还可以有躯体的不适的一些症状。那么焦虑症的主要的表现是与客观环境不相称的内心极度的不安的一种状态，总感觉大祸临头的恐惧感。躯体症状也会有躯体的症状，躯体症状比如说心悸啊、出汗啊、肢体发冷啊、坐立不安啊、搓手顿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在诊断标准里面，焦虑症的话就是对很多的事情或活动表现出过分的焦虑和担心，比如说至少出现以下的六种症状中间至少有三种，我们就是说他的焦虑症状达到诊断标准。比如说坐立不安呢，或者是感到激动或者是紧张呢，容易疲倦了，注意力难以集中呢，头脑一片空白了，容易激惹了，肌肉紧张了，睡眠障碍了等等。那焦虑症的诊断的标准是病期的标准是要求符合六个月才达到焦虑症的病期的标准。那么我们知道抑郁症的症状的标准，那些症状符合2周以上就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那么两者之间有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情绪的问题，都可以有躯体方面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这些躯体的症状是没有特异性的，不是说有些症状一定是焦虑，有些症状一定是抑郁。但是有些症状的话会有一些重叠，比如说睡眠的症状，都是属于不太严重的心理问题，属于比较轻的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抑郁症呢可以伴有焦虑症状，但它如果是以抑郁更突出，我们就诊断它是抑郁症了，但有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我们就诊断抑郁症了。但焦虑症呢也可以伴有抑郁症状，这个比如说焦虑症状老是困扰他，老是不好，他也会进一步产生抑郁症状，所以他的症状可以互相有重叠的。那我们的诊断的话呢，当然既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又符合焦虑症的诊断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诊断抑郁症。因为抑郁的话，他的这种消极的观念会产生自杀的念头，会有一些行为安全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一些。